这里，我现实里面我因为他雷劈我那个，我们给点水给你吧，不要水了，水反而有点那个什么，我觉得得有点血，因为这个是最后吸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要吸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还是得要吸，还是得要吸，不然这个感觉不是很严重的样子。其实我觉得是脖子要多一点，因为血不会溅到脸上，应该是在脖子。然后还有这些血是不是渗出来，就是它还在往外渗血。是的，高师傅，哎，来，双腿再加一点血。好，哪块？这个血应该是不停的往外渗的。OK， 不能让它干了。甩了几下，甩走了。其实给你范围大一点吹，是不是？嗯，其实头发乱一点不错。要自己相信他是这样。对，我理解的就是我心甘情愿用命还给你。对对对，其实就破，反而破了他。对，我得内心我得知道我第二关已经过了，然后我才会说我为了你，我一定要出过文件题。OK 好，非常好。